大家好，我是林森括号发疯版啊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日常休闲风。上身是一个红色紧身小 T， 长度是刚刚好，下身是一个运动裤，侧边颜色做了呼应。因为是系带的裤子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调节高度啊，选择要不要露出你的小肚肚，或者你也可以选一个更短的上衣，然后配上一个假肚脐儿贴，帽子的颜色做一个呼应啊，戴个耳机看起来很拽的样子。他屁股后面也是有一个大兜啊，加上前面两个大兜，可以来我家偷我的裤子。虽然现在还是夏天，但是好多穿搭博主已经开始出秋装了，所以我决定就是融合一下。最近有姐妹反映我穿搭不日常，我突然意识到可能不是穿搭的问题，是头发的问题。咱们直接齐刘海假发冲出江湖，是不是感觉一点也不叛逆了啊？特别的听话，感觉100分的试卷能拿200分。再下一套是9围9围999围的超级无敌乖乖少女。咱们不是寻思的头发都那么嗲了，咱们衣服也得跟上吗？为啥现在头发没有换啊？因为等一下要让大家欣赏神奇的大变身。先把其他装备搞上啊，戴一个装嗲的贝雷帽，还有一个斜挎的帆布包，然后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咱们3、2、1，哇哦！当然，只戴假发是不够的，咱们帽子才是点睛之笔。啊哈哈哈哈！这是要舔死谁呀？不同的发型真的可以大变活人。行了，赶紧回到主题，毕竟我不是卖假发的。内搭是一个这种比较透透感觉的小短袖啊，正面领子上还有蝴蝶结，反面也是这种荷叶边，真的超可爱。裙子就是一个宽松的这种黑色背心裙啊，背后面也是系蝴蝶结的。这一套真的是包容性非常强，就是全世界都可以穿的一套裙子啊。整体的颜色也是很简约，就黑白搭配的很容易穿出气质。不过正因为是基础款，所以这个包包和帽子的点缀就很重要，大家尽量还是选择白色的款式，不要换成黑色哈。甜死人了，没话说了，咱们进入下一套吧。咱们日系完了再来一个韩系啊。没错，这位看官你没有眼瞎，如你所见就是一个卫衣，而且是一个深火龙果的颜色。为啥选它？因为它穿好了真的很韩妹啊，救命啊。 OK， back to 咱们的搭配啊，戴上一个贝雷帽，然后胸前再挂一个小包啊，你也可以挂类似工作牌、 ID 卡、学生证 everything， 起到一个什么效果，就显得你整个人会比较的专业啊，比较 professional。 当然到这里还是不够，咱们引入韩国人经典严肃拖鞋加袜子，当然咱们也可以本土化的变成黑色运动鞋。这个小腿袜一定要卡在中间，不上不下的感觉最有味道。书包一定要单肩背，这样背后可以露出咱们的印字啊，一些个小心机。不是这个颜色真的是很出片呢、啊、但是穿这种颜色，你的口红和腮红一定要再加重一点啊。我是稍微加深了口红，但是感觉还是有点不够。如果你不想戴贝雷帽，也可以直接戴上他的帽子，咱们主打一个自闭的辣妹。开玩笑的，咱们都穿这个颜色了，也不太可能自闭了。咱们的人设是校园里的一颗啊，活泼好动、清新可人的开心火龙果。哦，突然进入下一套，有点解啊，有点解味了又。牛仔裤又是我最爱的那条啊，是它的夏日薄款，然后这回终于穿了加长款。它真的超级弹，你可以随便调它的腰围高度，不管怎么穿，你比例都不会失调，而且超级显身材。这个上衣也是两边抽褶的，我的妈呀！这两件衣搭显得咱们又有胸又有屁股的，就是啊、哦，很棒啊，非常棒！我真是乐死我了，有这两件，咱们减什么肥呀、啊？现在录的比较多，是因为我想走辣一点的路线啊。你完全可以把裤子拉起来，而且这个上衣是前长后短，你前面肚子遮住了，但是后面可以露出腰来，哈哈哈哈，完美。当然，你也可以直接换一个超级超级高腰的裤子啊，直接杜绝任何露出问题。这个短裤真的超高腰，而且不露屁股，我穿上的时候我震撼了。展示一个咱们55分如何逐渐变身九头身，真的是很牛批啊！但是这个裤子它没有兜，所以我的应对是找一个有10000个兜的上衣来搭配。它这个是一个男款的冲锋衣，但是真的非常运动少女。来啊，给大家看看兜啊！军火展示的时间到了。首先，它两边胸口都有兜，而且这个兜是齁大的，大家看见我手的位置没有？然后它两边也是有正常的兜的哈。除此之外，它内侧还有一个兜，因为是冲锋衣啊，所以它做了很多这种功能性的设计，像衣领、袖口还有下摆什么都是可以再收紧的。但是它真的日常穿也很合适啊，就是很帅气、很英气的那种少女感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要更运动一点，咱们就换上一个这种宽松的运动裤啊，这个裤长一下就增加了。包包也是背一个双肩包啊，我个人感觉一下子就运动起来了。虽然我是完全不运动啊，但是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，而且今年也很流行这种风格，所以我是非常推荐姐妹们搞一件的。没错，我承认我就是爱跟风，我可以不登山，但是我不能没有一件登山衣，而且很神奇，这件衣服把它完全拉起来也非常可爱，受到了一些文化冲击啊！什么时候羽绒服也能做得这么可爱呀？行了啊，吃
着我一枪，咱们进入下一套。刚刚说了那么多可爱啊，这回真的来个粉色系列。上衣换上一种粉黑配色的小短袖，裤子是一个粉色的工装裤，帽子也用粉色来呼应。包包和鞋子的话，就选择了用黑色来压一压。这种大黑包真的很百搭，而且存在感不高，就很适合咱们这种穿搭。重点它是一个皮面啊，容量也很大。然后这个裤子也是可以调节腰围的，如果你想再露少一点，可以把它系紧一些。不过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系得太紧，不然你晚上会肚子很痛啊！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，哈哈。咱们是还是一个命更重要。我这个粉黑搭配是真的很甜，就是那种甜酷的猫猫感啊，谁懂？不愧是一次经典搭配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大家喜欢视频，记得点击三连弹幕支持我。然后本期视频所有链接会更新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小林万事 W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